后壁唱，我尽量拣较好听的歌，让咱的好朋友来甲欣赏安尼啦吼。来，请咱的好朋友哦，我想有个家，也是非常好听、非常经典的歌曲啦吼。啊嘛，受着咱的好朋友的介意安尼吼，啊，真侪咱的好朋友甲咱的米希尔，他们好像比较喜欢慢歌哈、慢歌，我不知道你第一个掌声鼓励的呢。对对对。不只是咱小卢，咱的头前的美女甲咱掌声鼓励，啊，但是这你搁较济哦。你的票数更多哦，咱头前面哦，咱这道咱的好朋友吼，拢总有咧甲咱抱我声鼓励安尼啦吼，啊嘛感谢恁的掌声鼓励哦吼，祝福恁，但人生越过越美丽哦。咱的米切尔甲咱的好朋友来个请安问候一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切尔，米切尔在这就来跟秋葵会好结果，出进出啊进财宝，假如中国欢迎不乐，天天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。谢谢，谢谢。所以吼，咱的好朋友真正大家吼，嘛是拢较爱欣赏好听的歌声，人讲听好歌是一种享受啊，当然。真的是吼，听好歌吼，真的非常的享受，尤其是这种歌声安尼啦吼，真正好咱听讲咧忙酥酥安尼，哎，好像都无想要互你停的安尼，好像让你一直唱安尼。对，啊嘛希望讲今仔咱的水果你也收来安排歌曲，拢会当对，拢会当符合咱后边吼听歌的开口。是，你起码吼咱的歌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，对，啊歌曲咧出的吼拢总无同款，啊咱嘛唔知咱的后边吼比较较介意听啥物开口的歌，所以咱就拢尽量来个安排，对，哦，今年嘛个安排，明年嘛个安排。好啊，记得咱的公益歌嘛，甲安排，台语歌嘛，拢甲做安排，拢做安排，咱的好朋友，啊，咱的好朋友希望拢有当去教伊，拢去喜欢啦吼。那阿姐妈继续要甲安排啥物好听的歌？我袂记得啊，你袂记得啊？哟，老师你甲放了伊就了啊，吼，这个足厉害啦吼。来，好听的歌曲，拥抱你离去。
不